陪咗你喺好耐啦，可唔可以俾熱烈嘅掌聲？現場每一位喺度玩具嘅朋友，多謝你哋一齊支持我哋亞洲玩具展2017。嚟到呢一刻咧，我諗啦，都會係全個展覽最焦點嘅項目，因為咧係我哋香港玩具界咧首個玩具頒獎典禮。咁我諗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啦，都會有個疑問：咦，究竟係咩嚟嘅咧？係點嘅咧？咁啊，今次係第一次搞啦，咁啊，希望啦，大家都可以踴躍支持。最重要咧就係希望啦，可以令到香港玩具界團結啦、交流啦，而且一齊成長嘅。咁啊，所有嘢開始之前咧，喺呢度先介紹自己，我係子龍。咁啊，若然你哋夜晚瞓唔著，扭開心機都有機會聽到我把聲嘅。好高興成為今日嘅主持，多謝你哋。我介紹完之後咧，接住落嚟咧，當然咧就要邀請我哋嘅搞手啦，同大家講解一下點解會有呢個構思點嚟嘅咧。咁喺呢個時候，我哋用熱烈掌聲歡迎 Jackie。Hello，Jackie。Hello， 大家好。好啦，阿聲咧爛到一個點嘅。頭先咧喺度講嘢，啲人以為曾志偉嚟咗嘅。你實講句打和嚟聽下。Super 打和。咁啊，好啦，先講落點解會有呢個頒獎典禮。我長話短説啦，最主要都係真係要多謝翻一班玩具參展商啦、玩具製造商啦、designer 啦、玩具店啦，或者為玩具出過每一分力嘅朋友。因為有可能我哋香港都頒獎典禮嘅，有歌影視都有，但可能作為玩具咧就未必有啦。咁咧，所以咧我哋真係要舉辦一個啦。好，咁啊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正正式式開始我哋亞洲玩具頒獎典禮2017。先問頭籌啦，第一個獎項我哋要頒發嘅咧，就係同而家你哋有切身嘅關係，因為你哋今日嚟到呢個展覽嘅場地，應該可能路過啦，或者接觸過佢哋嘅攤位。冇錯，一定會啦，冇理由行咗唔會見到人攤位噶嘛。冇錯，我哋首先咧就要頒發最佳攤位設計大獎。咁啊，究竟最佳攤位設計大獎嘅得主係邊個 booth 咧？咁啊，嗱，我手上面嘅結果咧，話俾我知有兩個單位喎。咁啊，嚟啦喎，榮華我哋最佳設計單位大獎嘅係 PlayStation。恭喜曬，有請 PlayStation 嘅代表，實至名歸，亦都有請。Amaze今日嘅代表，係啦，亦都恭喜曬我哋 Amaze 嘅代表有份啦，係參與喺當中噶。Amaze 嘅 Steven The Blue， 大家有冇去到個火爐嗰度影翻張相咁啦？好，喺呢個時候一齊影翻張合照先啊！咁啊嗱 ，PlayStation 我哋見到啦，藍色主題嘅風格啦，再加埋嗰啲 Monster Hunter 嘅背景啦，咁 background 直頭將個森林啦帶咗嚟我哋室內啊！恭喜曬，恭喜曬 PlayStation， 恭喜曬 Maze。接住落嚟，我哋邀請三位得獎者啦，可以就坐。咁接住啦，同樣都係得到啦最佳攤位設計大獎嘅係，好睇下先，刀夫之肉出嘅領隊咯 ，Bandai。恭喜曬！我哋邀請 Bandai 嘅三位代表，同一時間啦，亦都有 Designer Face 嘅阿勇，恭喜曬！有呢個三位嘅設計大師，亦都有 Steven。哦 ，Steven， 係啦，係個配件中兩元喎。係啦，好嚟喎，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咁啊，大家都見得到啦，如果你去到 Bandai Demonstration 嗰個 area 啦，今年呢一個我知太平洋嘅設計好特別，就係成個玩具擺咗喺度啦。只要你一撳掣咧，個玩具就會自動轉住噶啦。我哋一齊影翻張相先，再一次恭喜曬最佳攤位設計大獎嘅兩個單位 PlayStation 以及 Bandai， 恭喜曬！請就座，亦都唔該曬 Jackie， 請 Jackie 就座。嗱喺現場啦，就有攤位啦。咁啊，平時大家玩玩具喺邊度買玩具咧？咁啊，一定有玩具店噶。玩具店咧，亦都係我哋成個玩具界別咧最前線嘅單位嚟噶。知道大家嘅喜好啦，亦都啦喺零售嗰方面啦，出心出力啦，有 marketing 啦等等。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呢一個最佳玩具店嘅獎項啦，係頒發俾佢哋噶。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我哋嘅頒獎嘉賓就係守舞者夢塵，我哋俾掌聲佢。
豹形用雙截棍，有李小龍嘅影子啊。OK， 咁啊，究竟邊一個？哇，唔止添啊，係三個單位係得到最佳玩具店噶，得到最佳玩具店嘅攤位係邊個？你哋喺邊度多啊？哇，反應好熱烈啦！好，咁我哋咧第一個要講嘅要頒獎就係、是、最佳玩具店嚟自 Hot Toys 嘅 Secret Maze。OK， 曬我哋嘅 Hot Toys 嘅代表。同一時間仲有嘅就係 Seven 以及 Superman Toys 超人玩具。咁我諗啦，好多中意玩《Jumping Big Gun》嘅朋友仔咧都喜歡。去呢三個地點嗰度啦，係選購心頭好噶。好，恭喜曬，恭喜曬。好，咁我哋五位一齊影張相先啊。OK， 望住鏡頭噶嘛。咁希望呢個獎項啦，可以繼續推動香港零售，特別係玩具界別啦。希望出年有多啲唔同嘅攤位啦。多啲唔同嘅玩具店咧，都可以得到呢個獎項，令到我哋玩具迷同埋玩具設計師啦，可以有更加多嘅接觸空間、接觸平台。多謝曬，恭喜曬三位，亦都唔該曬兩位嘅老師。臨尾擺個 pose， 同大家講聲拜拜先啦，好唔好啊？嚟到啊，一、二、三，哇！補充我叫佢後面又俾前面真係俾佢踢咗落台。OK， 唔該曬 ，thank you， 唔該曬，手舞者風塵。好有意思㗎，大家去到佢哋嘅鋪可以了解多啲啦，佢哋嘅設計啦，因為佢哋係香港原創嘅一個特攝系列嚟噶，咁啊亦都做好多慈善嘅活動。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頒發另一個獎項，呢、這個獎項咧係新力軍獎，因為啦玩具我哋講緊好多嘅就係傳承嘅項目，咁啊要有新人先至可以令到啦唔同嘅設計啦可以繼續啦刺激到大家。接住落嚟，我哋嘅頒發就係最佳玩具新力軍獎。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網上嚟自 TV 台灣台北怪獸國際有限公司嘅黃仁森總監。你好。請問我是得到最佳玩具巡禮獎是我嗎？是你，潘爸。因为我不懂广东话，我想我什么是最佳新力玩具奖，还有高兴了一下子。但是你趁手把这个奖项颁给我们香港，我不同朋友带给他们一个动力鼓励是最重要的。谢谢谢谢。啊，颁奖之前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说话要跟他们说一下？玩具这一条路，不懂广东话，对不起。我替你翻译。除了脏话以外。玩具这条路真的很辛苦，而且它是一条坑。那挖坑的人呢，其实更辛苦，因为他挖错了，就是把自己跑到坑里面。哦。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是一种拉锯战。但是我只能说，其实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从以前的toy控影响到我们台北toy TTF，这样大概也将近20年了。那我觉得这两年整个亚洲不是只有台湾香港，包括泰国韩国，甚至于这一两年的北京上海，我看得到的是一片繁荣。那我本来很想说它是一个黄金时代， Kenny 告诉我不是，如果它是一个黄金时代就代表结束了，所以其实从明年开始才真正往一个 Golden Age，这是我想告诉一个新人，在一个新的黄金年代。谢谢你。简单啲讲啦，佢就系鼓励大家啦，系啦。唔系嘅，佢意思咧就话能够踏入玩具界别，挖一条新嘅路咧唔容易。如果你唔小心咧，就变咗挖一个黑白咗自己。所以咧，每一步要小心之余咧，你一定要有恒心，因为唔係淨係一次會成功，要繼續發展落去。就算啦，有人話過去咧係一個黃金年代，但更加重要就係你要親手開創屬於你嘅黃金年代。好，接住落嚟，我哋即刻頒發我哋最佳玩具新力軍獎項啦。好，我哋先係啦，我哋先頒獎啊。咁喺呢個時候咧，我攞翻個名單出嚟先，好長啊。得奖的是Monster 台北
颁发的Grand Company。 好啦，咁我一次过咁颁发啦，我好新力军长当中颁发 A Good Company MacBook Toys。 我这是 The Wrong Company。 Big Bang Toys 之余啦，仲有就是 PU Toys PP Gun Rock Gallery Super Studio Play Toys Europe Plus 以及工匠堂，恭喜晒呢十个单位。相信大家在會場當中都會見得到他們的作品，當中有很多不同的系列，其中有一些是名設計師的合作，有一些是原創的，有一些就是裸膠的，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在這個玩具界別裡面為我們玩具迷帶來一種新鮮感。OK， 好，在这个时候我不如邀请我们一起站前一步，我们在这条线上面拍一张照片，是的，观众看不到这条线，是我们才看到的。 OK， 好，王 Sir， OK， 好，摄影师看到吗？ OK 吧，好，我们一起摸着镜头，同一时间我们给个 like 吧，来到一二三 yeah，恭喜曬玩具界的新力軍，希望未來新一年你們都可以有更加多的創意帶給我們。恭喜曬，請就座，亦都唔該曬王 Sir。 新力軍之後就緊要了，因為玩具玩法是可以很多種不同類型的玩法，所以以下落嚟我哋要颁发呢一个奖项啦，就系尖端潮玩大奖。咁啊，当然啦，要颁发一啲潮流系列嘅奖项，我哋要揾潮到不得了嘅人嚟颁奖噶。咁啊，呢位朋友啦，唔单止喺音乐界别啦非常之犀利，每年有首 rap up， 咁啊，今年嘅 rap up 都应该好快啦就会出嚟见街。而今日净系佢嘅造型都不得了啦，整個殺手不太冷的，我們邀請馬米 Mastermind， 真的要拿花給你先，一盤一盤這樣放上來。好，給支麥馬米哥哥先。馬米你好。你好你好你真係你真係介紹得幾好喎，真係你真係幾好。我本來想你唱住歌上嚟㗎，唔係搞啲咁嘅嘢啊嘛。舊年大家仲唔煩？我問下大家想唔想聽馬米唱歌先？喂，最好冇啦。有嘅俾啲掌聲嚟聽下好唔好啊？想嘅就聽下。放低啦，大家唔好咁偏激，我見到大家玩得好堅強嘅嗰件事。喂，但我又想問你啦，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其實玩好多唔同類型嘅玩具啦。係。咁啊，你玩開邊類型嘅？即係最中意邊類型？係咯。我最喜歡的，我最喜歡都是模型的，我以前喜歡砌高達的，再小的那些我喜歡是四驅車，我喜歡一些砌的東西，那種成功感是特別砌，我聽到人後面說那些砌的什麼，無論有不想他只說砌的東西，我覺得由你看到很多的配件慢慢砌到變成一個你即組裝出來的感覺，那是很有成功感。不過咧，當我細細個，我發覺即係我入咗砌完好勁啦，跟住後來發覺原來我技術係越嚟越高深，之後後來我放棄咗啦。點解咧？因為原來真係好難，我發覺又要玩線啊，又知有人有細個就諗住我砌完得㗎啦，跟住原來發覺原來真係唔係咁簡單。我想嗰邊咧有啲模型大師班，你可以由頭開始學起㗎，係嘛？冇係咁，可唔可以直接幫我砌完就算啦？可唔可以啊？再懶啲。不過仲有樣嘢啦，你講起砌啦，我都要恭喜你㗎，因為嚟緊你即將有演唱會啦。逐首歌砌到成個演唱會出嚟，幾時真係砌得出嚟俾大家見到、感受得到先？其實今日搬玩具咯，唔使咁多想問下你啦。其實應該係明年三月嘅，出年三月咯。我會一路上台唱歌，一路砌模型啊。我砌你啲啦，我哋都得砌圖啦，不如好嘛？不如唔好浪費時間啦，好嘛？好啦，我哋即刻頒獎啦！呢一個就係尖端潮玩大獎，得獎嘅單位就係。PlayStation， 犀利啊！今年啦，憑住 VR 呢一個嘅系列啦，帶俾一大班朋友啦一種新鮮感啊！
咁啊，唔單止啦，係啦，誒，將支筆交俾我先啊，我幫你揸住先。係啦，唔單止啦，就係可以將呢個 2D 世界變成 3D 世界融入當中，更加緊要嘅咧，就係可以全家人一齊玩啊嘛。OK， 恭喜曬 ，Thank you，Congratulations PlayStation，Thank you。除此之外啦，亦都請萬物留步啦，因為接住落嚟要為我哋頒發多一個獎項啊，就係呢個傑出原創玩具系列。哎呀，好嘢啊！你哋知唔知點解要你頒呢個獎項？係咩？點解咧？因為每年亦都可以將好多嘅諗法啦，變成一首 rap up 啦，我覺得真係冇得頂啊！哦，你都幾強到算啦，好嘢，有創意，其實而家又唔易翻嘅呢個，咁樣你都諗得到。好啦，咁啊嗱，我講到咁上下啦，係時候咧就要頒發呢個獎項啦噃。好。獎項嘅名單喺我手上面，不如你讀出嚟啦。我哋有五個單位嘅，第一個我哋有龍家盛林夫婦，第二位係大斗牙水茶，跟住係有 Kevin Lee 嘅 Dark Blood， 仲有杯頭系列，最後仲有 Axie Ring 嘅 Kid Lau。Thank you， 恭喜曬五位。嗱，藍夫婦好犀利啦！今年咧唔單止啦，幫我哋設計呢個特別 VIP 版本啦，一陣間玩具拍賣咧都有個系列咧係好過癮嘅。而大斗牙水產啦，真係好型啊！嗰條魚啦，有千變萬化嘅玩法，而喺我哋呢個 Night Market 啦，亦都有個夜光版。呢個時候一齊影張相先啊！我諗杯頭系列啦，對於好多女孩子嚟講都非常之期待啊！仲有啦 ，Dark Blood 啦，係呢幾年啦，係講細節啦，係好犀利，我自己都覺得驚為天人噶。當然點少得係樓上阿 Kid 啊 ，Axie Ring 嘅系列啦，細得嚟都好精緻。恭喜曬五位，恭喜曬！希望你哋來年啦，可以繼續啦，帶嚟一系列獨特原創嘅玩具俾我哋啦。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颁发另一个奖项。呢一个奖项咧就系最佳玩具设计师。讲到玩具，唔会无啦啦由一套动画就诞生噶嘛。咁啊，佢点样合体、点样变形，甚至乎有啲咩玩法咧？咁啊，全靠玩具设计师佢不断 try and error 去试，令到啦我哋天马行空嘅谂法咧，真系可以成真，成为拎到上手一件。好實在、好玩得嘅玩具，咁啊，所以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表揚我哋一眾嘅玩具設計師，就有呢個獎項啦。咁喺呢個時候，我亦都邀請啦我哋嘅頒獎嘉賓 Paul March 北京普普馬特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嘅副總經理 Vice President 楊棠，你好，你好，大家好，你好，我想問一下，對於一個設計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呢？一個玩具設計。内心的故事灵魂，对，有故事有灵魂，对，冇错啦。咁啊，所以呢一个奖项啦，颁俾我哋嘅玩具设计师咧，就系将玩具嘅设计同埋灵魂结合为一嘅。好，咁喺呢个时候，我们拍掌啦。OK， 咁啊，我哋而家一次过啦，公布呢十位系啦，我哋评审啦，优秀嘅设计师。首先咧就有 Chino Land， 另外亦都有啦 ，Candy Wall，Wisma。欢迎 Michael Lau， 谢谢大家 SML Sticking Monster Lab， T9G 龙家星以及 Steven Joy。哇！我哋見得到啦，背後佢哋一系列嘅作品真係非常之多元化。好 ，please step closer to me. Yes, please. 唔同系列、唔同嘅題材都有喺我哋嘅當中。
嘅時候，不如我哋一齊啦，企前一步喺呢條線上面 ，please step forward and we stand in a line and take a picture together。OK。Focus。Ready? One, two, three. One more. 放心。One, two, three. Yeah. 最屘係得我一個舉手之功嘅。恭喜曬！再一次恭喜曬我哋呢十位2014年度最佳嘅玩具設計師。透過呢個頒獎典禮令到咁多個玩具迷啦，可以更加了解多啲唔同種類、唔同牌子、唔同設計師，等我哋都認識得到啦，成個玩具嘅工業啦、生產啦係點樣樣噶。好，以下落嚟啦，我哋就要頒發另一個獎項，就係十大玩具嘅品牌啊。咁啊，嗱，講到有好多嘅故事啦，講到有好多個唔同嘅設計師啦，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有公司為佢哋生產玩具。咁啊，當中啦涉及好多個唔同嘅過程啦、工序啦，甚至乎可能係 license 即版權啦等等。咁啊，成個工序啦，如果淨係靠設計師一個人啦，係唔容易嘅。所以咧，有一個公司有個團隊去一齊負責啦，係會事半功倍。咁啊，所以以下落嚟咧，我哋都邀請到啦，我哋 Toys TV 嘅負責人啦，同我哋一齊啦，係頒呢個獎項嘅。咁我哋而家接住嚟邀請我哋嘅頒獎嘉賓 Toys TV 嘅 Walker Brian。OK， 好嗱，咁啊，講到玩具品牌啦，我都想問 Brian， 其實經營一個玩具品牌嘅難度係乜嘢咧？嗱，咁都問得啱嘅，我都有經營玩具品牌嘅，係非常之難嘅，難度係你想象唔到，難度係你唔想做嘅，係嚇。咁點解會唔想做咧？其實係一個品牌，有包括設計、生產、批發、代理、零售、宣傳推廣，甚至一啲形象上嘅嘢，有時係牽涉到啲license啦、授權啦。好多嘢要兼顧，有陣時呢個售後服務啊，喺網上面嘅輿論啦，其實全部都要兼顧曬，真係好吃力。係啊，特別售後服務，而家好多即係玩具迷咧，都會有唔同嘅意見反應噶嘛。係啊，點樣處理？哇，呢、這個玩具爛咗喎，等等幫我搞掂佢啊，等等。即係網上面當有客人喺度狂鬧嗰陣，你應佢唔應佢好咧？你應佢，佢又繼續問你喎；你唔應佢，佢又唔應你喎。應咗你答咗，又話仲有下一個問題。呢、這個其實嗱，我唔係投訴，不過即係現代嘅社會消費社會係咁嘅。係好咁啊！如果真係講到一個品牌嘅話啦，其實如果要搞好一個品牌，最重要嘅係啲乜咧？嗱，其實我哋冇乜資格講嘅，因為小弟品牌真係麻麻地嘅，暫時都咁就不過睇到啲前輩或者啲其他行家朋友咧，其實搞好個品牌又要好多心機，同埋最緊要真係中意玩具同收藏品。如果本身你冇呢個 heart 嘅話咧，其實好難經營到好品牌。咁我見到好多出色嘅品牌嘅老闆咧，其實佢本身都係敬業熬業啦，堅持到底啦，死慳死抵啦去做。最重要就係對玩具有嗰份熱情，嗰份 passion， 係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為呢一種嘅品牌表揚嘅。咁我哋即刻頒獎咯噃。好啊。好，我哋亞洲玩具展頒獎典禮喺呢一個最佳玩具品牌當中啦，我哋公布結果啦。當中分別有 A Good Company 拉布布公仔系列、How to Work SML 系列、Hot Toys 1:6嘅。Iron Man 系列 ，Tiny 消防精英号 ，Super Studio 嘅 B-Wing 星际联盟，千石链嘅天空勇士系列 ，Bandai 数码暴龙超进化云系列 ，Bandai Metroville Strike Freedom Gundam 系列 ，Big Boy Toys 街头霸王系列，仲有啦就系 Tiny Only 嘅系列。
好咁啊，呢一個咧就係玩具大獎，再一次恭喜我哋呢十個玩具大獎嘅系列啦！再一次同大家重温下呢個2017年度嘅玩具大獎，由 Hot Toys 嘅老夫婦公仔啦 ，SML 嘅 SML 嘅系列啦，系 Green Company 咁啊 ，B Wing 嘅正義聯盟公仔系列 ，Hot Toys 一比六 Iron Man Mark 44 Hulkbuster。Tiny 精英消防号、天威勇士来自千城嘅单位，仲有 Bandai Transformation 进化超进化云啊，数码暴龙嘅超进化云系列 ，Big Boy Toys 街头霸王嘅场景系列，以及啦魔年嘅系列嘅，咁啊，再一次恭喜晒我哋呢个玩具大奖，我哋年度玩具大奖，恭喜晒，恭喜晒，请就座。恭喜曬啊！我哋啱啱頒發呢一個咧就係玩具大獎啊！我哋十大嘅玩具大獎啊！咁啊，以下落嚟時間，我哋再一次邀請啦 ，Jackie 上嚟為我哋頒發玩具品牌嘅獎項啦！咁啊，當中亦都係有十個噶。咁啊，見到頭先嗰十位朋友佢哋嘅玩具，你儲咗幾多個咧？我朋友齊啦，應該。接近一齊啦，係咪啊？接近一齊啦。玩具品牌係啦，頭先我哋就講到玩具品牌啦。咁啊，講到玩具大獎，頭先嘅頭先嗰十多個係啦。咁我問咗佢哋攞咗啊，已經有曬。咁咧玩具品牌咧，其實都好多問，有好多人問我哋：喂，你呢個頒獎典禮咧係咪黑箱作業，淨係自己頒俾自己參展商嘅？咁你見到頭先有啲得獎名單咧，其實佢冇嚟過參展，可能之前嚟過，而家唔喺度，或者翻嚟覆佢啦，甚至從來冇嚟過嘅。咁但係你話我哋嘅評分準則究竟係點嘅呢？其實我哋講到尾唔係淨係我哋 Toy Show 做嘅個評審，包括係 Toy Show 啦、玩具 TV 啦、阿老常啦，仲有台灣、韓國、泰國同埋內地嘅新科班一齊去投票選出嚟嘅。咁所以啲品牌咧唔係淨係話嚟 Toy Show 嘅參展商，而係全部加埋一齊去做呢個品牌同埋頭先每一個獎嘅，有唔同嘅單位提名啦。咁啊，晏啲時間我哋都會公布啦，由你自己親自投票嘅獎項噶。冇錯。好，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即刻頒發我哋嘅玩具十大品牌啦。OK， 好，嚟到我哋最佳玩具品牌嘅得主就有 Bandai Transformation。恭喜曬！接住就係有 How to Work。Unbox 海洋堂 Tiny Hot Toys 千隻力 3A Pop Art 以及 AngelBay恭喜曬！嗱，嗰套品牌咧真係好多，我哋一齊企前多兩步先嚇，咁多位。嗰套嘅品牌咧，淨係香港都好多好多好多。咁啊，今年都係我哋第一次舉辦呢一個嘅頒獎玩具頒獎典禮啦，嚟緊都希望有更加多唔同嘅玩具品牌啦，嚟自世界各地嘅都會同我哋咧一齊咧分享啦佢哋嘅喜悦噶。好，我哋再一次望鏡頭啦噃。OK， one two three， 恭喜曬，恭喜曬。OK， 恭喜咁多位，請咁多位得獎者啦，可以回席休息。好，唔該曬 Jackie。咁啊嗱，頭先啊 Jackie 都講咗啦。咁啊，其實咧，頭先一系列咧都係經過啦，我哋嚴格嘅評選啦，揀出嚟我哋嘅評審委員揀出嚟嘅獎項嚟嘅。接住落嚟有三個獎項咧，就係由你哋親自咧透過社交平台喺 Facebook 上面咧揀出嚟嘅噃。咁啊，究竟係乜嘢獎項咧？當中分別有啦。
我最喜愛的玩具品牌，我最喜愛的設計師，玩具設計師，以及我最喜愛的玩具大獎。在這個時候，我們再一次邀請來自 Toys TV 的丹偉，我們邀請 Walker 為我們頒發的同時都分享一下。作為一個型男的玩具迷來講，我立刻彈一彈，我遠點就要彈，行一行，行一行，得啖笑是不是？不好意思，是這樣。那你覺得怎樣的玩具系列呢真的會令到大家喜愛的呢？要有一個，首先出起上來，即出的時候要有一個節奏，即是不可以隔幾年才出一隻，很難跟。但你出得太密，那些人又說我坑太深，很快就說灰心，家裡沒有位置。如果你的玩具系列出一隻，跟住改到顏色又出第二隻，或者電道又再出多一隻咧，咁又會俾人話呃錢。所以嗱，呢啲係純粹玩家嘅心聲嚟嘅，都真係唔容易。係啊，所以要擺好多心力，擺好多創意，但係亦都要即係體諒玩家嘅能力咯。大家要有個默契。OK， 好，咁喺呢個時候啦，我哋就即將要頒發我最喜愛設計師大獎。嚟啦噃，咁啊，我哋咧都會出一出我哋嘅候選名單俾大家睇一睇嘅。咁啊，呢個系列咧，我哋之前咧已經做咗提名啦，然之後咧亦都俾大家作公開投票，直到今日中午十二點正得出嚟嘅結果嚟噶。咁啊，嚟啦噃，我哋要公布噶啦噃。咁啊，喺呢個時候，我哋俾少少緊張嘅氣氛大家，究竟我最喜愛設計師大獎的結果會是哪一個呢？你是不是扮鼓聲？我們扮鼓聲，我們自己扮的。來了，掌聲就是 SML Sticky Monster Lab， 恭喜曬，恭喜曬 Sticky Monster Lab 得到我最喜愛設計師呢個獎項噶。咁啊，喺我哋社交平台嗰度睇得到啦，我哋嘅投票數字啦，喺 Like 呢個項目啦，佢哋係已經超過半數噶。Congratulations， Abu Ba。好，我哋一齊影翻張合照啦 ，Let's take a photo together。我哋企近少少咯 ，OK， 好埋。Step closer, yeah. Step closer and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Yes, please. 嗱，本來一生不忘系列咧，除咗為我哋大會設計咗今年嘅吉祥物啦，一陣間咧玩具拍賣咧都有一個焦點，關於我哋香港工程嘅玩具都係限量一隻嘅啫。Congratulations agai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to SML. 唔該曬，亦都唔該曬 Walker。緊接住啦，我哋要頒發我最喜愛品牌獎項啦。咁啊，我最喜愛玩具品牌，當然啦，揾一個啦，真係玩玩具之餘咧，亦都同品牌有啲認識啦、接觸嘅朋友啦。咁啊，就係玩具 TV 嘅 Brian。係啊，嗱，頭先都講咗好多啦。咁啊，喺我哋玩具 TV 一路開箱嘅時候啦，有冇啲得意嘅趣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其實趣事啦，因為根本啲觀眾都中意睇我哋打爛啲玩具啊、跌落地啊、啲嘢開到爆開曬，又唔係好似樣啊，諗住會好完美，其實原來又好靚氣，即係真啊嘛！就係夠寫實，冇錯啦。所以呢個潮流，我覺得係一個大趨勢，因為雖然係宣傳，但係大家都覺得呢個係比較真實啲。雖然都知道我哋唔會係咁踩，但係都知道我哋亦都唔係咁賺。咁呢個係一個，我諗係大趨勢。佢迷死都好聰明，佢哋睇到片咧，你自己去判斷嘅。因為我哋成日俾人鬧咧，就話哇呢三條友有出嚟講，跟住咧就但係做中伏啦咁樣。但係其實我哋都講翻，你唔好賣啊，你睇咗你自己決定啦。成日俾人話嗰個大眼鏡個肥仔嘛。啊，係啊，嗰晚佢喊咗好耐啊，真係當機埋枕頭喊。O K， 嗱，咁啊講到啦，我哋呢一個頒獎啦，咁啊當中啦，其實你都真係投放咗好多心力啊、時間啊嗰樣嘢啦。咁啊，真係要頒發我最喜愛玩具大獎。你有冇啲咩特別嘅説話想同我哋嘅玩具品牌大獎？係啦，我哋玩具品牌有冇咩説話想同我哋一眾嘅 fans 分享一下嘅咧？其實原來 fans 支持好緊要嘅，好似今次嘅投票裏面咧，我哋發覺咧 fans 動員起上嚟咧，好恐怖嘅。
其實即我不要話爆冷，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面咧，發覺原來咧啲 fans 嘅支持咧對個品牌係好重要，同埋咧有啲品牌咧經營方式咧而家可以同啲 fans 可以 live chat 咧兩三個鐘咁樣喎，但係咧聽嘅人睇嘅人咧可以維持過萬喎，你冇諗過喎，即係過萬個友仔喺度咁睇你同傾偈咁樣。所以咧，真係經營一個好嘅品牌，除咗喺玩具設計、生產、包裝，甚至乎售後服務都要努力之外啦，更加緊要就係點樣同玩具迷建立一個深厚嘅感情，一個溝通好重要。好，咁啊喺呢個時候，我哋即刻頒發我哋亞洲玩具展當中啦玩具大獎，我最喜愛玩具品牌大獎嘅六個候選名單有 PlayStation 啦、Tamashii Nation、千隻鏈、Hot Toys、3Zero。以及咧就係 First Four Figures， 咁而當中真係得到我最喜愛玩具品牌大獎嘅得主係 First Four Figures， Congratulations！ 哇，你個樣仲 surprise 到我係咪啊？哇，一齊影張相先啦！我哋再次俾你哋掌聲，我哋投票選出嚟嘅呢個獎項啊，我最喜歡玩具品牌獎項，嚟自 First Four Figures。Yeah, of course, yes. Congratulation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咁啊，歡迎咁多位粉絲，今日可以埋去同佢影下相、傾下偈噶啦。多謝你。嚟到我哋頒獎典禮嘅。尾聲咁滯啦，真係今日我哋一眾獎項最後一個，而呢個獎項咧，如果喺樂壇嘅頒獎典禮當中咧，就應該屬於年度金曲，咁喺玩具界都應該有一個年度嘅玩具獎項，呢個獎項就係我最喜愛玩具大獎。咁喺呢個時候，當然要邀請啦，我哋一位實力雄厚嘅玩具迷上嚟啦，同我哋頒發呢個獎項嘅，德哥 ，Douglas。哇！我最喜愛玩具大獎，其實你自己都有心水。我當然有心水啦，但更加緊要都想聽下你嘅心水啊嘛，因為我諗你每個禮拜裏面都至少買幾盒啦，咁啊儲埋過去即係二百幾年啦，我諗你都應該有幾萬盒玩具噶啦，係咪啊？冇啲咁嘅事啦，首先第一件事就咁啊，另外都貼翻題啦，咁啊，今年其實2017年都出過唔少精彩嘅玩具，係咁啊，我自己咧咁會比較多係玩啲一比六嘅 figure 同埋。即係都唔爭在講埋，我係玩 Bandai 都比較多嘅，咁所以其實今年比較有 noise 嘅，咁啊冇得傾嘅一定係 Hot Buster、Hot Toys 同埋啱啱推出嘅 Double OQ， 咁 so far 其實即係每間廠佢其實 present 嘅都唔同，咁啊變咗真係有幾多個人嘅口味融入去，即係你哦你中意玩一比六嘅玩一比六咯，我哋中意玩機械人嘅，咁其實我亦都唔會理一比六有啲咩嘢出。同意，同埋啦，過去一年裏面咧，如果真係以一星期出兩隻玩具嚟為例啦，有數得計，即係平均每一年啊，至少推出過百件玩具，當中要成為大家心水屬於年度玩具啦，我諗真係唔容易，即係提名啦，都已經搞咗一段時間，先至輪選到接住落嚟，我哋睇到呢六款玩具，我哋睇睇我哋嘅候選名單，哇，德哥你有曬㗎咯喎！我真係唔夠錢買 Millennium Falcon。我同我哋介紹下呢六件玩具嚟，好唔好啊？有 Double Q， 咁啊呢個鐘錶系列。價錢方面，其實大家都好開心噶啦，今日嚟到個會場有一啲好精彩嘅價錢。有冇朋友現場買到啊？有啊。有。喂。哇 ，OK， 我細佬都現場買到正啊 ，OK。好，隔離就係有 Hot Toys。籌備唔止經年，籌備幾年嘅重頭戲 ，Hot Toys 嘅一比六 Mark 44 Hot Buster。聞説佢哋咧，直頭係 redesign 過，咁啊，真係用心打造嘅一個 Iron Man 系列嚟噶。緊接住就有哇，玩到落葉忘返啊！講玩具創意咧，我自己嚟講，其實呢六件產品呢一件真係最高，係真真正正嘅玩具，即係。大家諗翻自己玩玩具最初嗰陣時係玩咩咧？玩創意，我點樣可以將幾嚿嘢唔同砌埋去成為一個即係屬於自己嘅機體咧？佢完
全滿足到你。嗱，咁啊，頭先你就買唔到呢個紫水影啦。我見到連黑勤哥哥啊，都特登砌完擺條片上嚟，咁啊，可想而知呢一隻究竟有幾吸引。同埋真係啱啱出嗰陣時候，我用腥風血雨嚟形容，即係喺呢個界嚟講係即係一石激起千重浪。冇錯，咁啊就係 LEGO 嘅紫水影，咁啊仲有呢個都好好扭噶噃。呢個基本上性價比係無敵嘅 Toys Alliance 嘅 Optimus Prime， 雖然它是不可變，但是本身賣的造型和可動性重要是價錢，我完全不明白根本怎麼可以定到這個價，性價比很厲害，性價比無敵。咁啊，然之後側邊亦都有啦，喺 Iron Man 系列裏面啦，非常之高品質，咁多年都 keep 住非常好水準嘅 Hot Toys 1:6 Iron Man， 咁啊已經嚟到 Mark 46嘅系列啦。咁啊 46 其實即係我諗聖誕都近㗎啦，即係大家如果真係想慳錢唔買聖誕樹咧，著咗佢燈啦 ，OK。OK， 好，咁喺呢個時候真係要將我哋嘅結果啦公佈俾大家聽聽啦，我哋。2017年亞洲玩具節玩具頒獎典禮當中最壓軸的獎項，我最喜愛玩具大獎究竟是誰呢？有沒有什麼心水啊？ Hota 還有呢？ Mark 46 Officer Mark 46 還有呢？ 00Q OK， 哇，看來呢有朋友中咗喎，嗌中咗喎，結果就係 Bandai Metal Man 系列 ，Oh Oh Kill， 恭喜曬 ，Congratulations to Bandai， 好犀利，好犀利！唔知得到呢個獎項之後，會唔會多咗朋友咧湧去 Bandai Tabashi Nation 嗰個 booth 嗰度，真係將呢一個 Metal Man 系列入手，再次恭喜 Bandai Tabashi Nation， 好有心機打咗個玩具，唔單止可以拆夾，亦都可以發光，仲有2-3種唔同嘅變形玩法，恭喜曬！嚟到尾段啦，我哋一次過邀請我哋咁多位得獎嘉賓啦，上台影翻一張相。大合照，同時咧亦都邀請咧 Jackie 咧同我哋咧喺影大合照嘅同時咧 ，round 我哋今次呢一個嘅。頒獎典禮咁多位得獎嘅，我哋一齊上台嚟翻張大合照。Congratulations to you all. Let's take a big group photo together. And at this moment, let's invite Jackie to say a few words for us. 好啦，好啦，嚟趁大家排緊隊上緊嚟影相嗰陣時咧，咁我就做一個簡短嘅 closing 啦。因為咧，每年我哋個 closing 咧，我都擺喺拍賣會後面嘅。咁我每一次咧都見到啲人係走曬唔理我嘅，我係對住啲跟定凳講嘢嘅。咁啊，我決定今次咧就喺拍賣會之前講咗我要講嘅嘢先。好嗱，咁喺你講之前咧，我都維持一下少少秩序先啦。因為我哋今年有好多好多嘅得獎者，咁啊我就唔用麥去維持秩序啦。咁啊，自己自説自話啦，好冇？好啦，咁啊嚟到第三日嘅 Toy Show， 嚟到最後嘅一個環節啦。咁首先我要多謝咁多位入場嘅朋友，多謝曬你哋。因為我剛剛收到一個最新的消息，就是我們三人加埋入場是超過110,000人次的，多謝曬你們，多謝曬。我們上年是啱啱過100,000，今年是多了成10% 有多的。咁我諗大家都好明顯啊，見到今年係水泄不通，任何時候都塞到行都行唔到嘅，我去廁所係要排隊的。咁啊，最緊要咧，都各位參與商嘅努力，多謝曬你哋。無論由幾大嘅攤位到幾細嘅攤位，甚至乎送翻嘅每一個朋友，多謝曬你哋為咗 Toy Show 嘅付出，做咗好多好多嘅好靚嘅玩具，好多嘅限量版、特別版，亦都多謝曬每一位喺台上面嘅得獎者，恭喜曬你哋！亦都多謝曬子龍同每一位。我攝翻個靚位影嘅相先。係啦，咁啊，都真係好辛苦 Jackie 啊，因為一路以嚟嘅 line up 啦、籌備統籌嘅工作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要動用到咁大陣仗去處理一個頒獎典禮。雖然係短短啦，大半小時嘅頒獎典禮，但係咧籌備咧係以月計，甚至乎以年去計嘅。咁啊，呢一刻啦，雖然啦，2017年嘅頒獎典禮嚟到呢一度告一段落，但係我哋已經開始籌備2018嘅頒獎典禮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咧，其實咧喺呢一年嚟咧，我哋冇停過手。咁亦都下年咧，我哋會繼續嘅。我哋會外國繼續宣傳我哋嘅 Toy Show。
同一時間講個好消息俾大家聽，我哋會做一個全新面貌嘅 Summer Toy Show， 到時會慢慢公佈俾大家。不過地方同埋時間可以同大家講，係8月18日喺蜜花神嗰度，我哋搞下新花神。好，搞新花神嘅時候先影一張合照先啊 ！OK， 望住我哋中間帶住聖誕頸巾嘅攝影師嚟啦喎，1、2、3。Okay, one more. Let's box up together with a big yell. Ready? 1, 2, 3. Yeah!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ll. Thank you. 我哋換約班長典禮嚟到呢度啦，真係暫告一段落。好，咁啊，再一次多謝曬各位，亦都恭喜曬台上嘅每一位嘅嘉賓。但接住 Jackie 唔好走住喎，因為以下落嚟呢個環節啦，都好緊要噶喎。是咩呢？係啦，我哋即將咧就有呢個玩具拍賣嘅玩具拍賣，我哋嘅重頭戲係咪？冇錯啦。哇！今年好似有好多好多嘢賣喎。唔單止好多嘢賣，有好多限量之餘啦，亦都有唔少嘅係 talent 啦，真係親手做嘅。都係每一次都係啲 one off 嘅嘢啦。咁我要聽。